高中开始将于土城街道广场里完成演出。原师欧之西部队将于土城街道广场里完成西南街区完成演出。欢迎大家前往观看，欢迎参观一下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考察茶店各种小吃。高中开始将于土城街道广场里完成演出。原师 NPC 互动将于土城街道广场里广场西南街区完成主演演出。
音乐台。朋友们，这里有龙女、凤女、元元桃、凤桃、明星红毯古装和各大明星使用的音讯道具等，值得拍照留念并参观体验。古装摄影工作室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的园区，特别推出了古装拍照泡茶体验。这里根据国内大型古装热播剧、影视制作同款古装，供大家选择拍照的留念。朋友们，这里有国内一线明星刘亚仁、宋亚轩、唐嫣、赵丽颖等大牌明星古装剧同款舞台。和各大明星使用过的音讯道具等，提供拍照留念并参观体验。古装摄影工作室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的园区，特别推出古装拍照泡茶体验。这里根据国内大型年度影视制作同款古装，供大家选择拍照留念。他给我打电话了，你们快到了吗？心法念，这妖星来得十分诡异，似有些故人气息。我等追寻至此，看来师尊说的没错，他们的目的应该是冥界的镇魔法阵，护阵鬼将何在？何人唤我？
Thank you.
就是进去看一眼，他还没表演了啊。
去了。他不能喝，要不心脏的，真的。
他们不服软，咱就不动。我来地府第一判官，人称鬼判官。这二位分别是牛头马面，简称叫做牛马子德。废话少说，进入正题，我们的口号是为鬼自足，除暴安良。为鬼自足，除暴安良。为什么这个鬼不出声啊？新来的，他怎么连工装也不穿呢？看不见，看不。新来的，本官便要考考你，听好了。说，我和你女朋友同时掉进河里，这就是谁呀？谁救我？连女朋友都照顾不好，何来一谈工作之事啊？来呀，给我打！我骗了！三个人都下了流人了啊！不认错人了，人家刚才肚子痛痛啊，去了趟 WCC， 找这位帅哥哥帮忙顶替一下。去一趟 WC， 讨厌了，跟人家说话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帅哥哥，谢谢你。来呀，将大堂灌输。Thank you.
只能与我共赴死地。
残酷。那是太严重了。Thank you.
白卡在哪里啊？卡卡。那应该也没什么，就在这里边。往外走，怎么走啊？你转正点，我看。要不弯桥啊？他说那边门喽。刚才是不是没？我是另一个镜头。Thank you.
Il sert, c'est le...